Terracite. 泰拉矿。嗯。The fourth fire of civilization. 发现了新的一种能源。Discovered this revolutionary energy source excited the entire world. 操纵气候，太过于凶，through the fierce competitions and raving wars, Terracite revolutionized. 就是人类的科技已经达到宇宙级了。反正就是一般能搞事情那个等级的科技水平。Just like the gods their ancestors had served. Now, they were able to 是个地球的能源。And gravitation in space. Earth was violated by her insatiable inhabitants. A few scientists. 跟现在气候警告什么的一样哈、嗯。或者是海水的那个污染等等哈。对，还有海平面上涨。Her smoldering resentment flared up. 天哪，把地都挖塌了，挖了多少 ？Gushed out flames and darkened skies, poured out storms.Facing the surge of destruction, people cried out like babies in stark terror. 还挺有气氛的呢。By the brink of collapse, fortunately, they recalled the traces of civilization. 所以到外星球之后，开始从房子开始盖起，是吗 ？Outrider 吗？这不是？大家共享一个宇宙观是吗 ？Originally designed for warfare, became a haven for mankind.地球轨道上啊、嗯、奥比斯就反正在家附近继续生活的感觉 through generations of strenuous efforts they had fully adapted themselves to living in the extraterrestrial margins the fear of the sudden end seemed to be forgotten in their memories alone 结果再次降临了一般这么说都是利奇 mankind could not help but remind themselves of their home planetHaving failed to find an alternative resource to Terracite, humanity was being driven to energy depletion. There remained only one choice, and that was to bring Terracite from Earth. However, it was so obvious that mining Terracite would repeat the catastrophe of the past. Therefore, Orbis put the names on the list of volunteers for this dangerous journey. 所以就是说，不管地球死活了，是吗？嗯，好像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是来侵占地球。Access entry interface in 10 minutes. Brace for impact. We sincerely wish you return to Orbis safely. 就是我们来榨干地球的最后一滴价值的意思吗？就降落十分钟前哦。哦，那这个剧情会不会就我们能够在地球上继续生活什么的？好，我们啊开始尝试、嗯，现在是内测哈、嗯，这个从 Distilla 啊、嗯，这个以后也应该可以联机玩哈。嗯嗯，为什么现在没联机呢？就我是有那个内测码邀请哈。嗯，然后我这边他说啊、哦，我们知道了，你等通知吧，不给我内测码。被歧视了，没有，就单纯被歧视了，我感觉。哦，还可以，只能选择、哦、只能选男性现在。哦，手还是那种一只呢，脸部 哦, 哦，有三张脸，这是小鲜肉哈、嗯，就好像一个人不同年纪的感觉哈、嗯。皮肤的颜色、嗯、还能把自己变成阿凡达吗？天哪！嗯，还是当黄种人吧。哦哦哦，哦，是胳膊，发型，哎呦，好摇滚啊！哎，这个发色没有黑色吗？嗯，机械手臂，哎，这也选不了，选不了，嗯。哦，你身上还有那个码条码呢，就可以扫一下那种。如果需要杀掉自己的角色，哦，啊，还有三个地图哦。幸存者称为安全地带，这个可能是那个猛兽等威胁因素比较稀疏、嗯，就是简单模式，容易的地方啊。主要雅叙，啊，和其他人，所以大家共享一个地图是吗？嗯，但我这个是现在是单人模式。哦。同学还中等的 吧、嗯，在这一片区域哈，嗯，这旁边是什么？就觉得，嗯，哦，哦，嗯，
熬啥呀？你熬什么？你发现什么？不同的地方它代表的那个，我们要被 build 到地球上了，我们要带领地球重新崛起。好，你是说叛变吗？不，就带领地球重新崛起，把地球从四分五裂的状态恢复到原样。啊，地球很荒废。嗯，因为大家都走了，是一个废墟了，变成。还有开场动画，还像模像样啊，这游戏。按任意键。Oh. Can you hear me? Do you have any injuries? You seem to be dizzy with the differences of gravity and atmospheric pressure, but it will be okay. Oh, 景色不错呀，行，有点阿克。One of the pioneers. We keep searching and helping the outcasts like you. 啊，是比我们先到的哈。Outcast, you'd find the way to survive and go back to Orbis. We'll keep in touch with you. With pressing J key, you can see and check our messages.Good luck。嗯，那个可以收集吗？是啊 ，Z 是，我这全部都按键全部都改了。踢一下吧，嗯、你踢，那不是他不是让按踢吗？嗯、哦，采集，啊，就是把我们哦，那有矿可以，这边有个矿，等一下。哦，这个矿好漂亮哦，像那个欧珀石的感觉。海水面也还行，弄的。进水会死吗？能游泳吗？在水面能。回去。哦，打拳。我现在在哪？我现在在这儿。167。我这地方还可以，还蛮精致的。嗯。哎，怎么了？天黑了，我忘了什么？哦、什么？现在左边的哦，这是背包，就刚从仿生人晶片。哇，这个到时候研究吧，应该有吃的啊，这食物、水分、耐力。我就说啊，现在画面中间下面有我的那个胃。嗯，血量、哦、还有饥渴值，饥饿值，哦，那个应该可以拆吧、嗯、哦，这游戏我好喜欢哦，为什么不让我玩、哎、你比死亡之夜精致哈、嗯、毕竟算是那一根韩国那个卡托卡扣、啊、就天天卡扣卡扣的那个、嗯、哎，地上躺的是什么呀？家用机器人。进去书房啊！能收集你一直嗯，哦，啊、这按住不动，哎，这不是我最爱的风格吗？可以收集好多东西。然后是徒手模式，这是建设模式，嗯，管理模式，嗯。哦，好，可以管理你建筑完，你建完之后，应该可以管理各个什么，比如说设密码呀什么等等。哦，地基，三分之一斜坡，二分之一斜坡，哎呦还，哇复杂哈。配电盘，嗯，然后弄地暖什么的吗？哦，还有墙幅还高还分。三段哈、啊，嗯，墙躲，然后半墙之类的。那边有一个可以收集。感觉你晃手频率好高。只有这种第一人称吗？嗯、不能第三人称吗？啊，右上角有那个新手任务。哎，个确认无线电报啊！我改成什么来着？啊，对，是我换成了 Z 幸存者创建队伍啊！这是联机玩的时候啊、嗯。哇，好复杂啊！无线电信号，
Oh my god！ 超感官世界是什么呀？天哪！弹药。先做任务吧。嗯，跟着引导走。制作，这是制作水桶。反手机器手臂。嗯、基地。哦，天哪。哦，有点复杂哈、哦。嗯所以我们先采集岩石。嗯。啊，我们刚一路上，难道这能？这个是。是不是？你得碰到有那种交互的那种才行、嗯。还是地上的小石头啊？嗯、你不要摔死了、啊，地上那些小石头是不是？啊，不是。你试了？他是不是应该再稍微引导一下？这个不是，我现在是沿着海边在这一直跑是吧？嗯，往里面走看看。哦，有那个矿。嗯、这是岩石吗？不对，这是开拉矿。嗯，感觉也没有那么稀少啊，这一落地都看见多少了。不过这量可能真正要用的可能几吨几吨的没有。哦，那就不算是一个很好的能源呀、啊。他要是需要，啊，什么声音？我们是不是应该先造个武器啊？那个是吗？也不是啊，这个石头到底在哪儿？这个肯定是。哦，终于是了。嗯，啊，那里也是。突然变成 twist， 突然变英文、嗯。不要浪费资源。嗯，我还没看完呢。啊，让我们开始锻造。锻造什么呀？生产扳手。扳手。扳手。需要齿轮。可以剪，可以剪。嗯，我们刚拆解了那个飞船，威力19，贯穿力，建筑破坏力，破坏力啊。嗯制作吧。啊，需要十秒哈。嗯。哎，这，还挺有意思的。还有独挡。这时候能。进度。嗯。制作板，然后生产绷带。哦，这是新手。生命啊、嗯！我想试试，这时候我能关闭，这个界面吗？不能吗？哦，关闭之后它也一直在建，是不是？嗯。啊啊，然后生产轻型无人机协定，啊，翻译可能还没到位。嗯，还是谷歌顶的。使用方式切换型，能量消耗量1亿，产生朝前方发射光线照亮周围的无人机。啊，就是灯嘛。嗯。嗯，晚上的灯嘛。装备，然后。快捷轮中、但它会消耗什么电哈、啊？嗯，啊，就是个灯。仿生人晶片我们很多，没有很多，就7个，没有什么99个就不应该能同时桶状火啊，是应该是引火。刚才说什么桶状火什么？汽车抗生素，哇，好多东西还能做衣服。哎。桶状那个哪去了？我都没看见。不是，右边这个桶状火炉，应该就是类似引火的那种哈。嗯。慢慢找吧，肯定有了。肉串儿，我想吃肉串儿。啊，这个。嗯。需要废铁。废铁啊，我们得去收集。可以烤食物，还能提高体温。哦，我现在饥饿值还行。哎，怎么了？哦，拿起了扳手，这样是不是之前不能采集的也能采集了？你试试。嗯。什么反应？嗯、哦，是那种废弃基地哈、哦。嗯，这样的话，采集速度变得更快吗？这是一个不能踩的石头吧？嗯。那有个矿。嗯。那也
是没法，那对白鼠是干嘛的？可能攻击吧，就是。难道就只是个攻击手段？嗯，我猜差不多是这样。我们得去拆解一些电子的东西。哦，那还有车，悬浮车呀，还是 bug 呀？能拆的还是？哇，有载具！哎，蘑菇。取消哪个？蘑菇？难道？哎，哦，我喜欢啊！这游戏快点给我，快点给我邀请码。那搭乘弹出。哦。哇，哎呀，好好看呀！哦，这它还有里面还有电。等一下，那啊，前面还有，前面还有一个，拆解一个吧。这，哎，这是什么？哇，哎，这游戏就哦，还能按喇叭，好可爱哦！还能更改位置。下车。他会。哦，能把这个车打破坏。你看这个，他打的瞬间的那个准心的那个变化。你不应该可一个打吗？你这样两个车都弄坏了吗？嗯、进行什么意思？收费？这加油吧？谷歌翻译啊。嗯、啊，应该 charge 充电。因为叉子还有收费的意思嘛，他这个叉子是换成结果收费了。这个进行就是进行的话，应该什么 process driver？ 哦，啊，就是进去的意思。然后啊，还有充电哈，充电没有汽车需要汽车，你车没停好吧？啊，右下角那个被我砸了一下，然后啊，哎，这个应该可以拆解。哦，回来。好了吗？可以做了吗？不够。需要废铁。嗯。废铁上哪找呢？就刚刚拆解完就有了吧？你说车吗？不是，就刚刚你拆解的那个是不是就得到了？那个没有蘑菇。哎，怎么了？来那个什么邮件？没有啊，这没 no 没有人 bug 吧？轨道补给 Z。我是地图，没有啊。嗯，走吧，继续前进吧。那里面可以去探索一番。快进城了，我们不探索一下吗？进城万一碰到什么敌人怎么办？哦，这红色是什么意思？狙击威胁。嗯。轨道补给，我们去一下这儿吧。哦。然后去这儿的话，应该能拿到废铁什么的。你是不是应该？你不应该这么开车吧？蘑菇。哎，地上是什么呀 ？Watch out! There is an unknown sniper aiming for you.啊，哎，废铁出来了，好。嗯、啊，什么声音？什么声音？我们被 我没在，难道啊？进入这个？对你进入狙击范围了，你得出去。我们先快速造一下，哎，电浆工作台出现新的东西，我想。嗯，因为你拿到新东西了吗？你要造什么？不在这儿吗？哦、啊、哦、嗯，别紧张，没事儿。现在你是跟 AI。好，需要20秒。好、嗯，你应该往回开吧。哎，是被打了吗？还是汽车？那什么？哦，敌人出现，动物，小动物。我有扳手，我试试去。你可以先打那小机器人。
哎呦，还主动攻击呢！哦，好凶啊，他看起来。哇、哦，天哪！啊，快跑吧！不行啊，这么多你打不过。啊，如果我有双收集的话，你们。双收集，你串台了吧？可以这么。我的血没啊，74降到20我们就走哈、啊。降到20你走得了吗？我们等着能用这个车撞他们吗？好吧，好吧。啊，那边还有路呢。他在追你。我们不咋行啊。扳手，那扳手是？扳手就是一个像我们的小刀一样，象征。后面没跟过来吧？好、哦，然后我们还要做什么？你回个血吧，你用绷带回个血吧。哦，还得这么有使用时间哈，嗯、很合理哈。再给自己回个血吧。我在想着，我吃蘑菇什么的，是不是又能回血，又能回那个肌肉？万一生蘑菇要死了呢？生产 Sonic Boom Punch 没问题，做一个芯片。啊，这好难找啊，这些啊，好多废铁，还有金属板，哦、这就属于高级的了。可以收集。我们这路边上有东西，好像。那啊，是不是那一堆是不是东西？什么？这是蘑菇。Watch out! There is an unknown sniper aiming for you. 那地上那有。哎。You seem to be out of the sniper's range. 哦。一直在说错。你车没停好吧？是不是一直在滑坡？啊，难道停的时候还需要真像真像真的停车一样，那有什么挂档什么的吗？没拉手刹的感觉。又进了空上走吧，离他们远点。快到了。出来。那刚刚那个是不是什么稀有的矿？哪儿？刚刚这儿，这个。哦。啊，石头。岩石。啊，空投补给品。嗯，在距离轨道空投补给枪消灭前，啊，更快获得啊。哦，我们得赶紧去拿。啊、但是这个幸亏这现在这个只是单人模式嘛。嗯，哎，这又有，我们可以升级。这个东西，哎，不对，这是四。你过了，嗯，旁边就是，这里面吧，嗯，那儿发光的就是吧。哦。我得下车吗？对呀、啊，我在想你在这。怎么，是太因为太没礼貌了吗？我不急。反正消失了就消失了呗。啊、哦，为什么不给我啊？哎，怎么什么也没发生？啊，是得上去吗？还是？嗯，可能是得上去吧，不知道，你去看看呗。哎，怎么了？有人耶！你就一个小扳手，你哦，他们在打、哦、啊，他们在打你，大家在抢那个补给品。哦，那上面应该有。哦，他们在打你。我应该怎么上去呢？你不急。你不是说你不急吗？啊，他跑动会消耗那个体力。哦天，好肉！快往上上吧。嗯、
哦，好像那边在首饰呢。哦哦哦，钥匙钥匙钥匙，你不是玩的单机版吗？快给自己补血。啊，在你后面，快跑快跑，往上跑往上跑。不是街字形跑位，蛇形跑位。啊，快往上上嘛。快拿快拿，全部带走，快跑快跑。有枪，枪呢，枪呢，你站在这里。这是弹簧。哦，你得杀一个人才能拿到枪吧。而且我的扳手怎么耐久没了，因为你刚才到处乱敲啊。不管了，来吧。哦，他也会近战。天呀，我们的什么泰瑞拉之行要画上句号了，感觉。没有没有，他有枪啊，绷带没了。不管三加一了，吃蘑菇，什么也没发生。吃红蘑菇。You died。好，今天到这儿吧。嗯嗯。然后等他出联机，还有等你拿到内测码之后。我们再看看，堕落模式。你收到了精英巡逻员带来的死亡疼痛。嗯。啊，挂了吧。